有。
刚说到呢，这场比赛呢是我们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男单的比赛。好，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其实实力也是在那儿的，我们具体呢就来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今天咱们这场比赛呢是在中国成都的双流区的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举行，咱们整个2020的羽超联赛呢都会在这儿进行，一直进行到这很腼腆的一个小妹妹啊，哈哈，对，舒雅现在是在国家队的二队哈，之前打比赛了吗？就前两天？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上场。看一下回放。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比赛经历啊，比赛经验，现在陈龙上来拿到了局点啊，这个陈龙去年年底的时候最新的一个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四啊，现在训练，平常之前封闭的进行一些集训，就是感觉在集训中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累。确实可能是这个实力还是有差距啊，其实从这个比分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8-4，在场上可能有更直观的一个体验啊。对，这边成都这个球法，相对来说已经基本上是最好的，顶级的了啊。而到了第三局，这个比分悬殊更大了，可能随着这个体能的下降，然后加上
11-2。精彩的分享。在顶推对手这个底线的时候，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出现失误。是，之前也说过，在举点，对，到了后场，着急于进攻，对，也看到几个球，成龙哥的网前现在也被董天瑶确实是一，进攻确实是对，对于天瑶来说。提前有准备啊，所以是正好抓住了。赛点。好球。从心理上看得出来啊，也是非常放松去打这一局的。所以整个自己的技战术还是发挥出来了。对，可以看到他想把自己的一些特点。哦，这样的话，11-7。7-7。快的。对。
耐心，两个人的多拍，那成龙这种突然的变速能力啊，6-3。所有的单打他们抓机会能力都很强，所以还是尽可能要避免去给这种对手啊直接进攻的机会。其实你像看到雷兰西啊，虽然年龄跟成龙相比小很多，9-4。对，其实就会给雷兰西造成很大的压力。不用，8-5。机会，9-5。嗯，随着回球的出界。整个给我们的感觉
还是在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今天这场球啊，也是让林贵普进行了一个休息啊，派出了任鹏波。会每场比赛打满五局，除了昨天的和成龙这场球和前天的一场球，对啊，但是昨天我们看到雷兰西和成龙的比赛，防得不错，漂亮，成龙又是被动的击球，防得不错，很耐心，范源、梁健、国家级，这一局对于任鹏波来讲很有机会，对，4-9，有机会再来。一半以上的这个男单的比赛啊，都是成龙出场，所以对于今天的状态会不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啊？这确实是我们没有所料到的，这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发球，
比九。回力。比赛结束。
这个奥运冠军选手，但任鹏波呢其实非常年轻，但是现在也是国家一队的成员，也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选手。还是作为以前汤姆斯杯的这第一单打的话，这身上的这种担子还是非常重的。是，对，因为他这个直接关系到后面的，他的话小组赛相对而言的对手都是不是特别的那么强。嗯，但是像打到今天淘汰赛的话，可能对于后可能是这个顺逆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侧风，都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场馆不一样不同嘛，对，带来的风向也不一样，包括场上的灯光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在变换颜色，其实对选手来说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对，这影响可大可小。是，但是风对于这个羽毛球运动项目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影响比较大的。形成了一个多拍，好球，漂亮！这个二次抽签来决定对阵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对阵双方，福建队是小组赛的 B 组第一名，任鹏波也是稍微有一点喘息的感觉了。是，好球，8-4，成功发球。体能已经都不好了，嗯，尽量的少跑动了都想，对吧？都往前。嗯，场地来说够吗？嗯，其实在他决赛的场地，嗯，当然你要想打到最后的决赛场地，你必须先通过前面几场的一些比赛，然后你赢了之后你才冲成龙就可以了。也希望他能通过这一场比赛能这个吸取一些经验，然后跟成龙学习一些技战术，因为他们确实还很年轻，以后还有更多的比赛需要他们去参加去打。是，而且任鹏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拼劲的运动员。哦，好球，你看这个训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两次挑战都失败了，那你就没有办法。球挺好，而且他完全知道对手的弱点在哪里，对，一直摁着对手的不好打的区域在打。你看，还是这个反手区。这样的话，由于自己的一个失误，最终丢掉了这一分。成龙最后是21-10拿下了第三。